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最大未知数，基本上别的企业资产在建设后都属于企业的，唯有人力资源除外。人力资源的真正目的是设计并实践一套策略，引导一个组织实现共同目标。人力资源管理走偏了，代价可是非常昂贵。因此，每个企业成长过程里都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力资源伙伴，一个懂得审时度势，将策略行动化，给团队清晰目标，建立一个核心正面的企业文化，适当的吸引、激励并培养人才，陪着老板走过风风雨雨的最佳伙伴。亿联集团的使命就是利用积极心理学，好让企业能够充分发挥人才的表现和潜能，为企业社会增值。我们由政府机构标新局和新加坡工商联谊会委任，并在企业里屡次获得高度评价。我们是新加坡职场快乐调查的技术专家，利用大数据更深地了解人才心理心得。这企业伙伴服务成就了成功企业完整的栖息利益，强化策略基础，强化流程制度，强化利益分配，强化团队技能，强化团队身份，强化团队沟通，强化企业文化。选出一个正确的人力资源企业伙伴，就能帮您转化人力资源成为最重要和具竞争力的企业资产。无论您企业的规模大小或发展阶段，就让亿联集团陪您同步成长，塑造您的企业梦想。亿联集团，成长型企业最信赖的人力资源伙伴。